现在要来介绍我身上这件，是不是以为它是裙子？它其实不是裙子，它是裤裙，最方便活动的裤裙。这是看起来好像我腿更细的感觉。对，有没有？对。哦，因为它有点这样子切下去，开叉的感觉，这样切下去的感觉，有点像斜斜，所以我让腿看起来更细更长，微微的那种开叉感。它也是裤子在这边，你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有哦，然后颜色今年很流行的奶茶色，然后这个啊，就看你像妞妞个人的，我很喜欢放在旁边，然后可以把它箍上去，或是垂下都可以，两种穿法，一直的感觉，而且长度不会很短，就是你看它屁股长度是完全屁股大概这边，所以直接是做，我觉得是可以，你要当正式休闲性感都可以的，哪有不会生气的长度？对，没错。而且这个颜色今年真的超流行，这种各种奶茶色系的，超好看这个颜色。那腰链在这边也是做这种同色系的隐藏式腰链、拉链，在这边腰的侧边，所以穿脱也是很舒服的。然后它也不会整个很勒耶。你穿 S 号，我穿 S 号，对，不会很勒，真的很好。这质感很好，它材质非常好，它其实不用特别整烫，因为就蛮硬挺的，有点像那个风衣的材质。对，所以我们是用很棒的材质做 的，它是挺的，对，挺板